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5月18号，我现在的位置在北角成坤广场，想跟大家走一下成坤广场。世界珠寶啊！呢度一間世界視力啊，會唔會係同一個老細呢？上多一層睇一睇啊！原來入到嚟唔係好大啊，我未嚟過，第一次嚟。先頭我以為咧好大添。呢度有間食家優惠店，有間賣衫嘅啦。哦，呢度有間玉足嘅。依間張無忌咧，比佢其他嗰啲分店係細間嘅。
呢度有間 G2000。呢間寶信藥房，皇冠牌廁紙$33。花王蒸汽眼膜就$45。仲有啲朱古力，$13同$18。內衣淨就$10一支。呢度有間 Panasonic 嘅專門店，Pacific Coffee。而家轉過嚟另外一邊睇下，呢度有間馬拉松，哇！不過好靜啊。啊！佢啲燈飾好特別喎，我哋而家再上多一層睇下。上到嚟有間大快活啊！啊，喺度有間補習社添。哦，冇噶啦，好細啊喺度。咁我哋落翻去啊！啊！嗰啲燈好特別啊！成坤廣場咧都幾多出口噶，呢度有一個出口。啊！呢度有間皇后飯店啊！
而家你落去睇埋地牢啊！啊，有個快剪啦、啊。呢度有間文具店啊！睇嚟我諗佢哋都係做啲附近街坊生意啊！呢度有間食日本菜嘅啦。呢度有間 Taste 啊，誠坤廣場呢條片，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離開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